此时冷烟长路不，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后雨迥然凝寒恨天雨，一笑寥寥空万古，风后雨。好，大家坐下来啊，静下，把心静下来。这个冷眼法印呢，再往下讲会越来越，这十分显见啊。这个文，这个经文呢，也是要大段大段往后灌啊。那么由于我们时间上的一个酬劳呢，就是一直说没有一句一句的细抠啊，我想一句一句的细抠可能会更清楚啊，因为这个它就是这个经文呢特别的奥色。所以说呢，我们尽量还是把你的心提起来啊。你看，如果你的心提不起来，听不懂啊，那么就会一会儿跟不上，可能就会落掉到掉队啊。好，各位同修啊，那么我们今天啊，第十三讲啊，下半场的课继续进行《楞严经》啊。刚才呢，我们讲到十番显现的第五，就是显现无还啊。由于我讲的也是越来越螺旋式的上升啊，也是讲的有时候你自己也讲出去的讲不回来啊，你们可能理解上有一些大致我们在现在梳理一下啊。这个显现无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阿难啊不敢承担这个见性这个妙心，那么又让佛给他开示啊，佛就说了，说你始终以这个攀缘的心来听我的这个法话，那么我说的法隐在你能缘的心里面，它是所缘的境，你没有悟本来面目，始终在这个原来原性这个妄相上来回倒腾，那么你就跟用一个止月的比喻啊，就是你丧失了这个止，我指这个根本内涵，你没有了解我说法的意义啊。在这种情况下呢，阿难还搞不明白，说这个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佛再给我讲一讲，搞不明白，他不敢去承担这个真性。那么这时候呢，佛就说了，用了一个显见无还，就是现前把所有的一切境界，我们所见的境界不是就明暗色空这些吗？啊，那么他把这些呢给他格列的罗列出来，并且设了一个局。什么局呢？就是告诉阿难说，你现在你分别先听我的话，那么你现在不是要求你这个真心吗？那么这个真心能听我法的这个分别的心呢，如果说它就是你的真心的话，它就不应该随着我分别法而有分别起灭，对吧？这个真心是不应该有离开分别，它还会在啊。可是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分别的心，你随着我分别的法都不在啊，分别起来的时候在，分别灭下去的时候不在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怎么能够确定我讲的法和你这个本来的心啊，它的关系你是离不清的，确定没有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总总跟他讲呢，想这个显他的这个见性啊，都是破他的这个见性都有还，因为不是讲到分别起灭嘛啊。那么他要说明这个见性是没有起灭，分别不随他动的，所以下面就大量的用一种这个把这个明的境界还给太阳，暗的境界还给黑夜啊，空的还给等等都有还，都是生灭起灭之法。最后还完了以后说，你告诉我你现在看这八种状态，这个能看这个见这个经你还给谁呢？哎，阿难答不上了，说这到底还真的没有还过，说那这就是你的本性，你为什么现在不敢证呢？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就叫显见无还啊。
可是这里面呢有两个最重要，一个是止月止雨啊，一个是第二月，此剑虽非妙境明星，如第二月，这是我们修行的下手处啊，就是我们在观性的时候，其实我们当下是见不到人性，因为十番显现，你还记得我说了一句待妄显真吗？还是在这个妄层面来诉说那个真的根本。那么反妄还真怎么呢？就是最好依附在第二月上开始下手。第二月就是我们哎，好像我们本有的这个灵性，这个本性，等你收回来守住的时候，似乎有点第二月的感觉了啊。一旦向外攀援，那么就完全忘失掉月亮，而成了水中之幻月啊，就是这种意思。这两个是这一节里边比较重要的内容，大家去了解一下啊。下面啊，第六班开始要显见不杂啊。为什么呢？阿难在前面这段开示以后呢，哎，成佛开示呢，虽然发现这个见性和诸法还是不一样的，诸法有还，但是这个见性它无还。可是它还有余力，就是说什么呢？见的功能虽然无还，但是怎么能确定它是真性？就是我们的本有真性啊。虽然它无有还，可是也不能作为理由确定它就是我们的本有真性啊。在这个疑虑下，开始了这一段经文，我们来一起读啊。啊，显见不杂啊，不是无还啊。找着了吗？阿难言：“我虽是死，无见性无还。”就这一句，找着没有？啊，那好，大家一起来啊！阿难言：“我虽是死，见性无还，云何得知是我真性？”佛告阿难：“吾今问汝，今汝为何无漏清净，成佛神力，见已出禅，得无障碍？”而阿难欲见阎浮提，如观掌中阿摩罗陀，诸菩萨等遍感天界，十方如来穷尽微尘清净国土，无所不足，众生动视不过分寸。阿难，且我于汝观四天王所住宫殿，中间遍览水陆空行，虽有昏迷种种形象，无非前尘分别由爱，汝应于此分别自他，今吾将汝择理见中，谁是我体，谁为物相？阿难，即汝见缘，从日月宫，事物非汝，至七星山，周遍地观，虽种种光，亦物非汝，渐渐更观，云腾鸟飞，风从尘起，树木山川，草叶人畜，全乎非汝。阿难，是诸近远诸有物性，虽复差殊，同汝见经，心境所属，则诸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殊，此经妙明。存汝见性，若是是无，则汝亦可见吾之见。若同见者，名为见吾。吾不见时，何故见吾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又则汝今见物之时，汝既见物，物亦见汝，体性纷杂，则汝与我并诸世间，不成安立。阿难，若汝见时，是汝非我，见性周遍，非汝而谁？云何自以汝之真性？性汝不真，许我求实。好，就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我一边读一边读的是，真是愿生西方净土中，打了个忘记。你说读来读去，一会儿就绕来绕去，就是像
五啊，名为见，五不见是何不见？五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五不见之地，自然非我，永何非汝？这什么意思？这我前天也学习了一下，明白了；昨天又复习，今天早上又看明白了，这会儿又不明白。啊，这就楞严经，大家想想。斯人有业障过度，与大乘经不能记。啊，你看就解开嘛。那么这段话呢，就是说确定，刚才不是讲了，就见的功能虽然没有还，但是怎么确定它就是见的真性呢？啊，阿难言啊，这里啊，云何得知是我真性？那么佛就告诉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比如说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正当我们见所有东西的时候呢，那大家说我看见的这个诸法诸相啊，好像是在自己的一边呢，还是在物的一边？就我看见东西了，就看见东西的这个感觉到底是归在我这边呢，还是归在物上边呢？都搞不清楚，到底是归我还是归物啊？而且有时候好像这种见性这种感觉，好像有时候在东西身上，有时候在我身上，啊，注意力，我们所说的注意力集中在哪儿，好像就在哪儿。那怎么从这个千丝万缕、这个迷幻、这个幻境轮回中，哎呀，太久太深了，都抽不出来，啊，所以就导致我们现在就是从灵界上都很难把它识透。啊，你说我看东西，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我看天气，啊，我看高楼大厦，我看地铁站的这个标志等等。你说远呀、近呀，或者说就在我的见性之中，就这么繁杂的万物。那么，这个繁杂的万物到底是归我呢，还是归物呢？物和我呢，是在立体中呢，还是在平面内呢？都搞不清楚。啊，所以说呢。我们千万要一心一意啊，千万不敢分神儿啊。这里呢，哎，佛就开始告阿难说：“我今问啊，我今现在来问你，就意识上阿难和当时阿难和这个只证到初果，还没有得到这个无漏清净，就是阿罗汉菩萨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是成佛神力，你现在才能见到初禅的境界啊。初禅就是已经超越了六欲色界的。”这个欲界的六欲天，再往上的三层天叫做初禅，啊，好像是凡众天、凡夫天、大梵天是吗？啊，初禅三天是不是？啊，现在也磕住啊，基本的基础知识，讲楞严经的基础知识都忘了，啊，应该是哈，啊。那么得这个，你现在见初禅得没有这个障碍能看得见？但是我要告诉你啊，阿难遇见这个整个阎浮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就跟在掌中看到一个安摩罗果一样。这是佛告诉我，这里阿难说啊，阿难遇呢，这里就是《弥陀经》里面讲的阿耨罗陀啊，也就是说，这个佛的弟子里面天眼第一啊，由于他喜欢打瞌睡，佛呵斥他以后呢，他就发愤图强，七天七夜精进的把眼睛给熬瞎了，但是证到天眼通。啊，在汉语里面呢，翻译为无贫，就是没有不受贫穷啊，因为他过去，有一世，在灾荒年间呢，用这个特别差的饭，啊，他自己当时仅有的特别粗糙这个米饭，但是他无意中供养了一个辟支佛，所以赶着九十一劫从来不受贫穷，所以汉语里面就叫无贫，啊，能够彻见这个大千世界。所以这里佛说阿那里见阎浮提就跟掌中观这个安摩罗果一样，安摩罗果呢是印度一种啊，一种这个果，汉译汉翻译成汉语叫做难分别啊，要是印度翻译成汉语说这些话就怪了，难分别什么意思？就是它生和熟的时候呢分不清楚，都长得一样啊，这个安摩罗果不好分，这个地方没有，所以就含用原来印度的原意啊，音译叫安摩罗啊。
而且又讲到说诸菩萨啊，就是这些菩萨呢能够见百千界大千世界啊。大家看为什么叫百千界了？修因正果的登地菩萨从正的初地菩萨开始可以同时顿见一百个世界啊，那么到了二地以上就开始一千个世界，地地地境往上倍倍啊，往上这个成倍的增长啊，初地一百个，这个二地一千个，三地一万，就这样往上。由于他正的空性所显啊，我们有时候想想为什么他能彻见一百个世界，其实就是他把本有的妙境明心完全给打开了。那么打开在上面呢还有差别相，看你又打得多开。妙境明心是本来是彻遍法界的，就是哪儿都能到得了。那么你能到哪儿取决于你对心性的打开，其实也就对空，毕竟空法相应啊。所以说初地见一百个，二地见一千个啊。那么十方诸佛十方如来佛门彻见群净微尘清净国土无所不住，看到这句话了吗？啊，那就说明什么？只有十方如来所见才不可现然。为什么在讲地藏经典文殊菩萨说啊，我以神力测度都不能得知呀？佛说我以佛眼观又不能尽数，为什么呢？特别地藏菩萨久远证得佛的果位，所以他所发的愿所度的众生以这个幽不尽数来表这个什么呀，穷尽微尘，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这里讲到的是佛给他说，哎呀你看啊，你现在能看到这么些的，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呢？能看到这么些的情形啊，但是最后又加了一句，众生共事不过分寸，就是凡夫众生看的话就这么一点点。你看我们现在看就只看着房子啊，我看到你们在房子里，你们看到我在房子里，就这么点啊。所以这里的众生共事呢也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啊。第一个，从胜和略来讲，那么为众生动明之见呢跟佛菩萨比起来就像一个一分一寸，就这么点，所以这里叫做不过分寸啊。再一个呢，收尽高级低级的一切众生，这里不是说众生动视吗？那么如果说有小虫子小蚂蚁的话呢，它这个见量太狭窄了，其实动视也不过就是分寸而已啊，也有这一层意思啊。佛讲法你看是无碍的。再一个的话，不过分寸就是讲到我们有碍有障碍的这个作用，隔张纸呢就不过分了，对吧？一张纸就一分的厚度就见得到了，隔块板呢一寸的厚度那就更见得到了，所以叫做顿视不过分寸啊，都有这些意思。总归我们不是有障就是有碍啊，就是这些意思啊。那么这里也列举出来刚好五眼，你看从中这个凡夫众生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肉眼吗？对吧？阿那律啊，他证到天眼。那么这个阿难虽然他没有证到阿罗汉，可是仰仗佛的神力可以让他显现慧眼啊。菩萨是法，这个就是法眼。那么佛眼圆明啊，佛眼无眼全部在这里都给表现出来，看这个彻见无量国土，就看你的空性这里有多少啊。所以从中可见我们所谓的眼见的差别，从见性的心性上来讲，就是你是迷还是悟，你是染还是净啊，你是见全体呢还是见随风随力，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迷悟之间，就这么一道啊。所以呢这段文义是佛先要给交代啊。那么下面佛就开始又要啊引一个内容出来啊，说阿难，且我与汝观四天王所住宫殿。嗯，讲了这么多见的情形，见到这么多景象以后，现在且就说我和你吧，咱们能观的哎，从上看见的四天王的宫殿说起啊。四大天王呢居在这个须弥，这就是须弥山啊。四大天王呢就在山腰，东西南北各居一周啊，一天啊，这个一天，所以说四大天啊，四大天王。那么
中间变览，就是从四大天王天到我们现在眼前所有变观，这些水呀、水上的、陆地上的、空中行的这些水陆众生们，一正二报，就是一切世界的形形和里面生活的众生啊。虽然有种种的形象不同啊，但无非是我们，你看这讲的无非前尘分别流，就是无非都是我们六个识妄心所对的前尘境界所做的分别流暗啊，分别留下这个障碍啊。那么汝应于此分别自他，今吾将汝绝于剑中啊，则于剑中，谁是我体，谁为无暇啊。就是说你应当啊，于此能见和所见之中呢，善于分别自和他。现在我就开始带你抉择啊，与你这个能见所见的二者中，到底谁是你阿难能见的体，谁是你所见的物象呢？啊，就跟阿难说了啊。那么现在就是说，阿难解汝及汝见缘，就是竭尽你的见线所能看到的最远之处，就是好比说从日月宫起吧啊。那么这些呢是物，不是你啊。从日月宫起，那是外物，不是你的见性，对吧？渐渐再往下看啊，看到大家跟着经文啊啊，我虽然这是白话说，你们要跟着经文，渐渐更观啊。再往下看，云腾啊，鸟飞啊，风动尘起，树木山川啊，草芥人畜啊，等等这些啊，乃至啊，你看这里讲到的这个，从日月宫啊到七星山。啊，七星山我们了解一下，就是须弥山，这不是须弥山吗？那么外面呢会围着一层香水海，好多经典里面其实说的海呢是指的这个海，我们一般都以为太平洋、大西洋啊，地球上那片海就算不上。这个围着这个香水海外面又有一层金山，这个山呢完全体完全是纯金的啊，它会不放光影。那么又围一层香水海，又围一层金山，一层一层，层层递进啊，所以叫做七山八海啊，就是在须弥山的山腰的外围啊，围绕那个海叫做香水海，山呢叫做金山。就是说这里啊，从日月宫到七星山中间，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所有这些虽然千差万别啊，那么这些全部是外物，而不是你的见性。看到这句话了吗？啊，虽复擦书，同汝见经，心境所主，则诸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殊啊。这些都不是你的见性，但是呢，这些过远过近的啊，这个心境，这些过远过近的诸多物象，虽然它有种种的差别，但是呢，全部同时都在你这个清净的眼睛所主之下，对吧？这些物类千差万别，但你的见性是朗然遍照，没有异样吧，对不对？啊，所以说，则诸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殊，此经妙明，成汝见性。那么没有异样，朗然一照，没有差别，这个见性，这个经本妙明的这个见性，就是你的见性啊。啊，你看成汝见性，就告诉你这就是你的见性啊。啊，你为什么老师还要来问我呢？啊，这段呢？这段话呢，就是说让阿难随着佛语，让他自己来抉择。就是我给你这么指陈出来这么多的状态，你自己看啊，你看到的物就是他，不是你自己的见性啊。那么这个见性就是你自己的见性，不是这些物啊。有形可见的都是物，无形而不可见的这个能见之见就是你的见性。佛就让阿难自己去悟啊，前尘的种种形象它都是物，都是物体的物，不是解物的物啊。那么你现在见而分别，如果你见它再进行分别的，这都是你的妄心。如果你见而不分别的话，就是我们的见经，明白了吗？如果见了以后不分别，那就是你的妄心了啊。但是见而不分别就是你的见经。一切的物虽然有差别，但是这个见性没有差别。所以你要知道谁是我体，能见之体，谁为物象，谁是所知之物呢？啊，你这个你要搞清楚，为什么这里叫做显见不杂呢？就是上到日月宫，下到七星山，
所有里边这些物象太杂了，对不对？啊，森罗万象各有各的形状，各有各的这个体积。那么你能见这个见性，永远都是无有相状，无有一眼，朗然一照，是不杂的。啊，显见不杂的内涵就在这里出现啊。所以这段文呢，就是说让阿难呢明白不杂与物的这个见性就在当下。啊，这段文呢种种差别啊，这个。就是为了回答上面前面问的说云何得知是我真性吗？前面不是问的说云何得知是我真性？一开始，现在佛就给他开始回答说：虽然你见到这么多东西，可是你的能见不见，没有乱，没有杂，这就是你的见性。给阿难回答了，啊，这是先正面回答阿难说这就是你的见性，啊，那么在下面开始就是说要。开始说这个假设啊，你前面不是说了吗，阿难，你的见是见，物是物，对吧？物体是物体，现在开始假设你的见就是物体，物体就是见，这两种情况的话就会有问题的啊，因为他害怕阿难以为就是说这个见就是物体上的见，那么这个物呢就是我见到物，它是把它混淆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下面进一步开始给他显发如果你这样理解的错误啊，假如你阿难如果以为说，你看若见是物，如果你以为见就是物，反过来物就是见的话，你就会犯这个错误啊。阿难还没有问，佛就开始给答了啊。那么这段话大概意思是什么呢？你看若见是物，则汝亦可见我之见；若同见者，名为见我。这段话找着了吗？啊，我们根据经文来随着我的语言了解一下啊。说如果这个见性是物的话，是一个东西的话，对吧？那么你这个东西一定会有相状，就是有一个具体的模样。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有具体的模样，那么你可以看到我的，就是咱们俩都有见，对吧？你的见性，我的见性，那你既然说有模样的话，你就可以用你的见看见我的这个见性的模样，对不对？听明白了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才叫做见我的见的话，你能看见我的见，那么我还有不见时候，如果我把视线收回来，我的见不在这些东西上了，你为何看不到我不见之处的我的见在哪里呢？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明白了。啊，不见的见在哪里呢？啊，这是第一层啊，就是说如果说是物的话，你就应该看见我的见性，因为见性不是一个物体嘛，现在理解啊。那么我收回视线不见物的时候，你为什么见不到我不见物的时候的我的见性所在之处啊？那么如果你看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我不见之地，自然非物，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你妄以为你见不到我的见性的时候呢，你又妄以为佛有一个不见之处，这你错了，这但是你不见之处自然非彼如来，就是不是只是你心里觉得有一个佛不见之处，不是说在彼如来份中有一个不见之处之相，那么你岂可以用你妄心中所想的不见之相来为说如来说是如来有一个不见之相吗？能明白吗？能明白。自然非彼不见之相啊。那么如果你见不到我不见物的这个见性所在的话，那么这个见性自然不是一个有相状具体之物，那么就不怎么就不是你的真心性呢？你看若我不见我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呀，非汝呀，找着这句话没有？我们要稍微扣紧一点了啊，要不然更混了啊，混沌了。说如果你不能见到我一个不见之地的话，那么说明这个见性就不是一个物嘛，不是一个东西嘛，所以说自然非物嘛啊。既然不是一种东西，你就为什么非要说这个见性不是你的本性呢？啊，这是其一啊。如果你看这是右则看到这两个词了吗？右则汝今见物之时，汝既见物，物已见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假如果见能见这个见性是一个东西，那么等于说这个见等于是物，对吧？对，要写了。如果你能见这个见性，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东西，对不对？对。那么你见性见了这么多东西，东西是东西，你的见也是东西，对不对？所以就说明和物这两种都等于物了，那就说明说你的见也是你的物，对不对？那既然这样的话都是物，我见等于物，见物等于物，都是物的话，那么你的这个见这个物能够见物，那么物上面也有见，能够见你的见，你就应该说物也能够见你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更绕了，你们转过来了吗？转过来了，转过来了。可能是我有点过于担心了啊，可能还没讲到的你们就绕了啊。既然连物都，你看，汝既见物，物亦见汝，就这句话意思。那么物也成了有见的话，能见你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啊，那么就体性纷杂了呀。啊，为什么说体性纷杂了？那就则与汝与我并出世间，你和我阿难，你和我咱们叫有情世间，对吧？那么物叫做气世间，就是物质世间。那么这些世间都不能安立，为什么？有情和气世间就乱掉了呀。咱们的剑是灵动的，物是死的，你现在是物也有剑，还能借剑，那么这不是都乱掉吗？所以这里叫做病如世间不成安逸，这句话明白吗？啊，都成了这个没办法说通的事儿啊。下面再看啊，阿难，若汝见时，是汝非我，见性周遍，非汝而属啊。就是如果你见物即见我的时候，就是你阿难用你的见性见物见我，所有这些外相的时候，你应当知道这就是你的见性而非我的见性，这是你的见性，你一定要承担。现在佛不是拼命的想让阿难就去直下承担这个性，对不对？所以他就再再的给他说，这是你而不是我的见性，这个见性呢是周遍一切时一切处一切物的啊。那么如果这不是你的整性，这不是你的真实本性，会是谁呢？啊，你自己朗朗的照到这么多的东西，可是你的见性还在这，不是你的本性，还会是谁呢？这就叫见性周遍，非汝而谁？是这句话，听见吗？看到吗？啊，那么云何自离汝之真性？性汝不真，许我求实。啊，为何你还自我怀疑你的真性？这个性本在你的，在你之处，而你还不以为真，还反而要取我的言说给你证实呢？讲完了，这就叫显见无还和显见不杂。一个是显见无还，就主要是我们这个见性呀，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生起来，因为一旦的生灭法，它生起来的话，你能寻根溯源，弄到它的落脚处，对吧？可是这个见性它没有升起来的时候，你也搞不清楚往哪落脚呢。其实见性无还就是我们中论里面讲的不来亦不去，明白吧？对，见性如如不动啊。那么见性不杂，就是说森罗万象显现的诸多的物体，可是你朗然一照这些物体这个功能还是不杂的，就是一个东西啊。本来计划今天写要给大家显两显三回来的，因为显得太糊涂只能显两回了啊。一个显见无还，一个显见不杂啊。这是十番显见里面我们讲了六番啊。那么下次呢尽量把这个另外的四番，但是我也要确实告诉诸位，下来的四番更加难分难解啊，特别是到这显见不分的时候，的确是难分难解，就是你怎么说都不对，甚至前面说的这些好像又走错了啊。这就是层层剥离，次次递进啊。我们用心回去复习，如果你实在搞不清楚就读吧，就读了眼睛啊，自然而然就读熟了啊。那么今天呢就到这里，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不退菩萨为伴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决心开悬佛场，普天花雨散花洒，三车虚舍莲珠子，我在同一佛。